别忘记走路。嗨嗨嗨！一听到左水的死命，大家拢在伊遐跳起来，是安怎？跟你们的恩怨有这么深吗？我跟你们仇恨有这么深吗？我是不是来参加什么政大什么金选奖呢？对啊，我一直跟那个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一直确定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思维堂还是什么的？旁边的给他也检验看看。非常高兴来这边跟大家。是我。哎，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对，这个就是我们农友。我是觉得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乐团潮的活动为什么办在这么多遗址的地方，对不对？对啊，一下遗址都拿掉哦，啊，里面开始开 party 哦，那边 barbecue 啦，什么对啊，啤酒都开始喝了，太贵了。好，来了，来。Let's go.
重新的。鬼半仙。很多人都听不懂，伪半仙就是伪君子哦。对，不知卖唔久啦，哎啦，哦，真侪读册的人吼，拢安尼做老读册，朴素朴安尼。
奇怪，我们也能走这个路线。啊，愈读愈扯安尼。
Thank you.
歌，下一首歌是真的，我们也有一首叫《晚安台湾》啊，这没有不办的。
靠这大水沟太远了，没办法跟大家这个火车便当。这边这个校园也不适宜做这些啦，不要旷课，不要逃学哈 ，Stay in school。最后一首歌，等一下我们的这个重头戏，灭火器就要上场了。啊，怎么样？好，最后一首歌，《风春出大事》，来。拜拜。